你脏了的那件衣服，一会儿交给他们去送洗。等回头洗干净了，我亲自给你送过来。明啊，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，我们把微微惯坏了。等回头有时间，我一定带着微微亲自来向你道歉，好吗？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，给你准备了一些衣服，你自己挑一挑。如果没有喜欢的，可以再换一批没有关系的。我在下面等你，好好挑一挑，不要客气。照顾好。林小姐，请您挑选。 李总，嗯，因为林小姐调过去的衣服，她一件都没选。为什么啊？她不喜欢吗？她自己跑去对面小店买了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李总，我先回去了。 谢谢小黎叔，不客气。刚才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一件都没挑上，还非要自己出去买，为什么？小黎叔，那些衣服实在是太贵了，穿在我身上也不合适，我不能要。更何况，你刚才带我离开那儿，拯救我于水火之中。 我已经很感谢了，喝果汁。谢谢。